8月1日起，不动产实价登录开跑喽！只要是不动产买卖成交登记案件或房仲业者仲介成交之承租及预售屋成交案件，都需要申报哦。应于案件成交30日内，由地政室或经纪业或买方进行申报，请多利用网路上网申报，或向地政事务所临柜申报。位于期限内申报或申报不实，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为了您的权益，一定要记得申报哦。